道理啊。哎，说人家挺不会说的，你看我都是演员，不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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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演员，我是演员。其实也挺有这个原因的，对吧？好像我在这边还是开工还没过来，但是节目准备开工了，我已经打电话过去跟抖音说，我现在已经改过来，但是这边还没收。还是我在我家里面有事情，我又喊15分钟、20分钟，还是一个小时过来，他们知道了，就把这个镜头撤开，朋友过来。你认为你一定有事，你不是天天有事吗？对吧？你不能天天，我们天天迟到不行的，就是等一下有一天你迟到了，一定有这个原因的，对吧？哎，有没有演艺圈有一种习惯？所以我不知道了，我就觉得我想人缘好，竟然就塞红包。你等你的，然后大家都贿赂我，这是贿赂啊？会不会啊？我没看过啊。小茹，你这小脑袋瓜子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啊？请问那可是违法的，况且不去提升自身素质而专攻旁门左道，怎么可能能够成得了大气候呢？老师，你有没有见过就是说最夸张的去讨好工作人员或导演的一些行为？这个呢有，因为他们好像刚出来了，还没红，还没红，还没有知名度，刚出来嘛。谁？不能说。对啊，他来以后啊，他会买围棋过来，除了会买很多东西过来，请大家吃了。哦。但是他一天的工资有多少？几百块钱，全部都花光了。不止，他摆这个桌子买2000块钱。那这样有用吗？关键是有用，我吃了他的东西，绝对对他好。你会不会排斥他？你很善良的导演。排斥我们的，很不舒服的。我们就演员呢，会比较多人觉得有点不舒服了。他们是小了嘛，他只要拿钱出来，我们就很多种气氛这样的。哦，查理哥的意思是不是说，其实在这个演艺界呢，要做得长，人脉不是说你要请吃啊，像小茹说的给力士就可以了，你必须得很有实力，很有专业操守，不迟到，不旷课，不早退。嗯，对对对对。那老师有没有见过，就是说对导演大呼小叫，对，就是因为自己就是逐渐的大牌起来，就对拍摄组的人就很不礼貌那种？有有有有很多，但是我们不理他的。那这种人会不会死得很快？那是会，不死得快。真的，他在抖音面前呢，就扮成小绵羊一样。但是在抖音手开，他手。他傻，真的大开口。这个不对，这个不对，就只要做，就这个工人要跟他化妆的。那他在演艺圈消失了没有？啊？那在演艺圈消失了没有？那个人？很久了。小绵羊变成了中蟑螂，鲁智变猖狂，这种现象从古至今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不过小人得志时都难免迷惘情，最后成为众矢之的的也就是迟早的事喽。所以宝贝们，这个千万不要学，最好玩是过瘾的事。